那导游真他妈惨。他想上车，上车坐着。他不想上，这上来应该怎么走？哎，金哥，一二，苏州的安吉，二来。重庆走啊！对，旧裙子是那个。旧裙子。给我在那儿照啊！你照吧。快下去，我这个。没有不晚了。一百大人一口湖南，哈哈哈哈哈哈！好，这下山再到一串来了，啊。非常高兴来到北朝鲜过来游行，但是我发现井冈山真的比想象中的美了很多很多，太漂亮了，真的。然后真的感觉到很意外，然后到此一游，觉得真的很荣幸，也很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好，谢谢。今天呢，我们到了井冈山，井冈山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我们回去要好好的宣传，动员很多的人来参观。以前呢就听说过井冈山呢是非常一个美丽的一个地方，我们大连呢也有很多人想要到我们井冈山来观光旅游，这次我们旅行社呢正好迎来了中国的十一国庆长假，所以我们特地组织了一次大连直飞平壤的井冈山的旅游包机，我们一行60多个人来到我们井冈山，看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景色和这个风光，感到如痴如醉，希望我们呢今后呢能有机会更多的组织我们大连的游客也利用我们的这个包机到我们井冈山来旅游观光，谢谢。